接着下来呢，就是这个谁？好，有什么问题？对，刚刚老师讲，就是要选那个东西是要选对。其实我就是名副其实的毛毛公主。哈哈哈哈哈！真的，他就说你看他的毛，已经长在脸，对吗？其实我从小到大就全身都很多毛，其实你看我这里就，哎，对耶，然后就脚毛啊，像手毛，就全身都是毛，所以我就用这个万能的，就哪里我都用。但是我经常用完之后出去，像我们新加坡天气真的很热，所以我就会很痒。 但是我经常用完之后出去，像我们新加坡天气真的很热，所以我觉得很痒，我就会这边痒，这边痒，剃红色的，而且你看就会很多那个红疹子这样子。真的要先建议大家不要一刀出到底，因为呢，很多人啊，他其实在除的时候啊，不小心，比如说把毛囊刮破了，发炎，哎，真的，发炎的时候他就有细菌，对不对？那你想想看，比如说你先刮这里，这里已经有细菌了，你用它来刮这里，而且它会自己来，那这里刮完之后，你想说，哎，那我再刮一下这里，细菌又跑到这边来，你就到处都会发炎啊，真的，我就到处都发炎过，对，就你去，好像蛀牙，它就全身，为什么？对啊，就到处痒，然后毛也没处理干净，然后又多了皮肤困扰。可是真的很多毛哎，就是我今天除了对毛，我明天出门之
其实这台仪器呢，它是结合了 IPL 采光与 RF 射频机的技术，制造一道新的曙光。那什么光吗？什么光？它叫做E 光 ，E for elephant， 光。那这个 E 光很厉害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一般的 IPL 家庭除毛仪器呢，不能用在深色的肌肤或浅色的毛发上。可是这台仪器厉害了，六种不一样的颜色的肌肤，六种不一样的毛发，还有适合我们新加坡的马来同胞和印度族。哇，我们有救了！我们照片过的人有救了。因为之前我有朋友他腿毛很多，所以他就去打那个 IPL 吗？就是雷射，对对，雷射除毛。重点是非常非常痛。而且打完第一次以后就超会搭，就是整个腿灼伤，后来才发现说其实皮肤很深的人可以很难解决除毛的问题。是，这个就是可以用在你的手啊、脚啊、脸部，就是脸颊以下啦、腋下毛，还有你的比基尼毛。应该没有人把眉毛除掉。没有，不会啊，不会。我就让大家看一看这个的E光技术，好不好？好。那我就启动这台仪器的E光，那E光开始，是不是有个声音了？哎，有，有没有？有。那我跟你说为什么不会痛，那我给你看一看，我用连一下，真的不痛。那我牺牲我自己一下，好不好？哦，你不要忍住哦，想用是。可是它有光哎，有那个光哎，你需要戴那种，完全不痛。来来试试看，过来。哎，好神奇哦！你老师，那光不会刺激到眼睛？不会，因为它的光很柔和，完全没有感觉，它有一点微微的温度。对，那这台仪器其实等一下还有一个很重点，它有这个自化型的感应器，所以呢，就是说它能感觉到那个皮肤啊，就是它不会刺动，它就是很自化型，非常的人性化。哦 ，Kanny， 我让你感觉一下，你看这样滑溜型的。哦，你不用只要做三次，好像国际巨星哦，对不对？哇，一直闪，一直闪。然后一般的 IPL 采光技术，你就要好像方格式的这样打，对不对？对，这个不用，它就是很对，因为这个东西很技术化、人性化。重点呢，这台仪器哦，它有另一个好处，就是它有剃刀，对，它可以二合一，就是配合了那个采光和剃刀一起用，让大家看一看。老师，他用那个光的时候，我们要先把毛给剃光吗？还是就是先要留着一下？其实用一般的E光仪器或者 IPL 采光仪器呢，你的毛就是不要这样长，大概有1 mm 这样留住，因为可以让那个 IPL 采光啊进入你的毛囊，就是它能侦察到那个黑色素进入那个毛囊抗化点。对，所以这台仪器呢很聪明，对不对？那怎么换呢？我就换一下那个剃刀给你看一看，所以它可以把那个我们的毛刀
就很简单的这样装下去。哎，很简单。很简单，对不对？是同时候用啊？对，你可以同时候剃毛，还有同时候依光到达你的肌肤啊，还有，因为它有这个 RF 射频机，所以它不会有那个黑色素沉淀，还有在除毛的时候不会引起皱纹。所以在除这边的时候，对啊，它可以到达那个骨胶原蛋白啊，让那个胶原蛋白增生啊，更好，厉害的，厉害的，对，怎么有那么好的东西？好，听到那个声音吗？剃毛仪更大声的，跟你说不痛，一点痛都没有。然后我就这个什么光，一光启动一光，对不对？启动一光，然后我就开始剃毛。真的是照了之后才把毛剃掉。哎，那跟我们分享一下那感觉啊？不，那个感觉不痛，对不对？其实没有什么感觉，完全没有感觉。可是老师，如果说一个礼拜用一次，所以它的毛是就不会回来。可能你第一次、第二次可能一个礼拜要用，可能到第三次可能变成两三个礼拜就用，因为你的毛就长的速度变很慢了。是，就是可能你第一次用剃毛，可是第二次你就单单用这个依光就行了，光就好了，对不对？然后可能几个月后，我们只要单纯用依光来维持就好了。好，我再跟你做一个。可是老师，你说像什么肤色、什么就是体质的人都可以用，像有什么样的人不能够用？就是在怀孕、孕妇、孕妇，还有在喂奶的，或者做过那个心脏绕道手术、心血管的，为什么？都不能用，因为它有那个 RF 射频机嘛，就是 RF， 对，就是不适合这类型的人运用，对。哦。重点呢，无论用任何除毛仪器，过后一定要做适当的保养护理，还要擦上防晒膏，很重要。对，把它给剃光就走了，就走了。老师，那台湾买得到吗？台湾最好是买不到，因为我们这样批几台回去。对耶，对对，一台卖它5万块。是的，把电话留给我。好好好，等一下就给你。是吗？是。哇塞，你太厉害。